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有在算吗？有考虑过换发型？我已经换了，就最近就没有坚持做同一个发型。最近有些时候不想那个挑战发型的时候，我就戴帽子。附近和人鱼线有哪一个？人鱼线比较受欢迎，不是吗？但是只有人鱼线，没有腹肌有点怪。对不对？这首歌说你什么 ？A 没人气，没实力。没实力，就不要踩死我，也不要夸我，就慢慢的看我怎么继续就好了。看情况吧，我自己就觉得好评论也好，坏的评论也好，就是也是关注我嘛。最怕是说最怕连骂都不想骂了。请对自己外貌最满意的部位开始。左脸，你看右脸多差。还说右脸不帅。你为什么这一句说的这么勉强？其实没有吧。你刚选择的时候标准，那么重要程度还是性格、样貌和家教。我觉得三个都很重要。三个都要有一个就是那个平衡线吧，我觉得。但是最重要就是，性格吧。你说老婆还是女朋友？女朋友我就还好。如果你说老婆的话，当然是性格跟家教。一辈子哎，是，一辈子就我去世的那一天要之前就要跟她在一起，不管你多美，不管多帅，80岁的时候。就那样，对吧？那和出道相比，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比以前看透了一点社会吧，更勇敢的去做自己的事，因为知道自己是对的。有什么打算去个人演唱会？演唱会，我觉得准备好的时候再想。所以明年的工作计划有没有可以透露一下的？有很多的作品，而且有很多的跟其他歌手的合作，哪一方面都有可能发展。现在。Kevin Hart。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来交换一段生活，你会选？我还是自己。如果真的可以选，真的吗？ Yeah。 Kevin Hart。生活或者工作当中遇到困惑，会怎样向哪位明星朋友请教？当然不请教，人家都忙得要命，不用烦他们了。真的。平时压力大的时候会有什么方式来解决？去做更多的作品，或者就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怨到最后，自己也知道没办法，然后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就很正常的，就是 baby。baby 还希望自己想回到什么时候？3岁的时候。你作为男朋友，有哪些优势？没有优势，就不喜欢就也不喜欢呗。第一次为爱鼓掌是什么时候？为爱鼓掌，就突然之间为爱，然后就这样吗？还跟小妹你说的年纪？14岁吧。如果你说小学那些也是叫爱情的话，那我可能很早。那会有多感动？I was only trying to be the one for you, baby. I was well.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I'm on my own. 就说服自己 like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